药事法施行细则修正日期民国101年12月7日 MP3 录制者露天拍卖 Aaron 7986第一条本细则依药事法以下简称本法第105条规定订定之第二条本法第七条用词定义如下一新成分指新发明之成分可供药用者二新疗效复方指以核准药品具有新适应症降低副作用改善疗效强度改善疗效时间或改变使用剂量之新医疗效能或二种以上以核准成分之复方制剂具有优于各该单一成分药品之医疗效能者三新使用途径指以核准药品改变其使用途径者第三条本法第八条第二项所称医师处方药品系指经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审定在药品许可证上载明需由医师处方或现由医师使用者第四条本法所称稽查系指关于药物有无经核准查验登记及与原核准查验登记或规定是否相符之检查事项本法所称检验系指关于药品之性状成分质量或强度等化验鉴定事项或医疗器材之化学物理机械材质等鉴定事项第五条本法第二十条第一款所称未经核准擅自制造者不包括非贩卖之研究试制之药品前项药品应备有研究或试制记录并以无商品化之包装者为限第六条本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所称未经核准擅自输入之药品系指该药品未曾由中央卫生主管机关依本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核发输入许可证者第七条本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所称使用系指依标签或仿单刊载之用法做正常合理之使用者第八条本法第二十五条所称标签包括直接标示于医疗器材上之文字图画或记号第九条本法第二十七条第二项规定药商登记事项如左一药商种类二营业项目三药商名称四地址五负责人六药物管理监制或技术人员七其他应行登记事项第十条依本法第二十七条第一项规定申请药商登记者应填具申请书连同执照费及下列文件申请直辖市或县市卫生主管机关核准一依本法规定应聘用药物管理监制或技术人员者其所聘人员之职业执照或证明文件二药商为公司组织者其公司登记公司组织章程营本三药物贩卖业者其营业地址场所储存药品仓库及主要设备之平面略图四药物制造业者其工厂登记证明文件及其营本但依工厂管理辅导法规定免办理工厂登记者免付五直辖市或县市卫生主管机关所定之其他文件新设立公司组织之药商得由卫生主管机关先发给筹设许可文件四取得公司登记或工厂登记证明文件后再核发药商许可执照第十一条申请药商登记者其药商种类及应载明之营业项目应依本法第十四条至第十八条之规定西药贩卖业者由药剂生驻店管理时其营业项目应加注不贩卖麻醉药品药商经营医用放射性药品者应依有关法令规定申请核准后始的贩卖第十二条药品制造业者依本法第十六条规定在其制造加工之同一处所经营自制产品之批发输出自用原料输入及兼营自制产品之零售业务者得由其监制人兼为管理之但兼营非本药商产品之贩卖业务或分社处所经营各该业务者应分别聘管理人员并办理药品贩卖业之药商登记药品制造业者依本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委托他厂制造之产品其批发输出及零售的依前项前段规定办理第十三条医疗器材制造业者依本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应聘技术人员之医疗器材类别及其技术人员资格依左列规定一
制造一般医疗设备、临床检验设备及生物材料设备者，应聘国内公立或立案之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或经教育部承认之国外专科以上学校理、工、医、农等相关科、系所毕业之专任技术人员驻场监制。二、制造隐形眼镜镜片消毒药水、定移植器官保存液、卫生材料、卫生棉条业者，应聘专任药师驻场监制。第十四条，药商许可执照、药局执照应悬挂于营业处所之明显位置。第十五条，本法第二十七条第一项所称应办理变更登记之事项，包括药商登记事项之变更及自行停业、复业或歇业。前项应办理变更登记事项，药商应自事实发生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核准登记之卫生主管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第十六条，药商办理变更登记，除签纸变更登记，应先向卫生主管机关申请办理外，其他公司组织或商业登记事项之变更，应先向商业主管机关办妥各该变更登记。第十七条，药商依本法第二十八条或第二十九条规定聘用之管理或监制人员，或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聘用之技术人员，因解聘、辞聘或其他原因不能执行其任务而未另行聘制时，应即停止营业，并申请停业或歇业之登记。第十八条，药品贩卖业者依本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聘用之药师、药剂生或中医师，或本法第十九条规定亲自主持药局业务之药师、药剂生，均应亲自在营业场所执行业务，其不在场时，应于门口悬挂明显标示。第十九条删除。第二十条删除。第二十一条删除。第二十二条删除。第二二之一条，依本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规定申请输入试制药品原料药者，应缴纳费用，并填具申请书及检附下列资料，送请中央卫生主管机关核办：一、药商许可执照；二、试制计划书；三、经济部工厂登记证明文件，但研发单位免付；四、委托其他药商办理输入试制药品原料药者，其委托书、委托者及受委托者之药商许可执照。第二十三条删除。第二三之一条，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对于药物之查验的委托卫生财团法人或其他相关团体机构办理学术性研究、安全、临床试验等技术性资料之审查业务。第二十四条，本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所称药物查验登记事项如左：一、药物中文及外文品名；二、药品处方及药品剂型；三、医疗器材成分、材料、结构及规格；四、药物标签、仿单及包装；五、药品之直接包装；六、适应症、效能、性能、用法、用量及类别；七、药物制造方法、检验规格及检验方法；八、药商名称；九、制造厂厂名及厂址；一零、其他经中央卫生主管机关指定登记事项。第二十五条删除。第二十六条删除。第二十七条，国内制造之药物，其标签、仿单、包装应以中文为主，所附外文文字应小于中文。国外输入之药物，除应加附中文仿单外，其标签、包装均应另以中文载明品名、类别、许可证字号及输入药商名称、地址，且应以中文或依习惯能辨明之方式刊载有效期限或保存期限，其中文品名之文字不得小于外文。第二十八条，药商名称之变更，涉及权利之移转者，应由双方共同提出申请。第二十九条删除。第三十条删除。第三十一条，输出药物未应输出地区购买者之要求，需变更药物名称、标签、仿单、包装或附加外文者，应检附其所变更之实样各二份，申请中央卫生主管机关核定。前项经变更名称、标签、仿单、